镇要怎么去？坐车，走走走走走，快快快！真是太丢脸了，所有人都看得出来你和那个冷子峰都是失常状态。剑道上大家各凭本事，成王败寇，哪怕他只学了一个月，输了就是输了。这次我输给了自己，被对手挑拨了，我竟然还对裁判大吼。对了，我听你跟一红叫他闪电什么？嗯，我们都看过他的拳赛，他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格斗拳手。格斗拳手？嗯。你这个家伙没事找麻烦，真是个疯子。哎，不是疯子，子峰，冷子峰，特别不怕打架。原来如此，除了怪招之外，他的速度确实很快。你说的没错，国内的确还有一些有趣的对手，我很看好他。闪电是吗？感觉我的能量被激发了。喂，胡子，子辰还没有醒过来，我就不回去了，东西你帮我收拾了。好嘞。子辰，坚持一下，马上到医院了。哎，怎么了？啊？前面被堵上了，车辆得绕行。那我在这下车。哎，不用不用不用，不用，我有办法。这边，你好。哦，我是赵振宇。这是你要的冷子峰的资料。傲盛学院名额全满，根本没有冷子峰的位置。难道振宇学院就有冷子峰的位置吗？你刚才也看到了他对付邓尔豪的招式，死亡华尔兹。是师兄这一辈子最厉害的绝招，当年如果他对你用了这一招，比赛的胜负就不会是那样的结果。当年他如果不背叛国家，也不会是这样的结果。师兄他真傻，但是你更傻。你才傻，你一直维护这个背叛国家背叛师门的人，我真搞不懂你。内奸，你是故意的。对，我是故意的，那是他该付出的代价。亲手毁了师兄的人生，你恨得意吗？难道要把国家荣誉拱手让人吗？我一定会得到冷子峰，但我不会让他走上师兄这条路。我不会让你抢走冷子峰的，我会让冷子峰用死亡华尔兹拿下属于师兄的荣耀。哎哎，你没事吧？
去那边坐着休息一会儿吧，啊。你说一下，冷子辰的状况不是很好，他的心脏病一直没有根治，而这次复发的话只能尽力抢救，而部分检查跟药品费用是比较高的。多少钱我都付，我只有这么一个妹妹，你们一定要救活她。嗯，麻烦你签一下名。脉动杯青少年击剑大赛进入最后总决赛，现在我们欢迎奥盛学院代表邵康。现在我们欢迎以个人名义出赛的邓尔豪。邓尔豪，听说你输给了一个初出茅庐的新手，我还以为决赛对手会换人呢。我已经决定跟你决斗了，我邓尔豪说到做到。请双方示剑。实战姿势，准备开始。你吃点吧。你还在啊？你可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怎么能这么不讲义气就走了？一直没吃饭吧？吃点吧。我不饿。你吃一点吧，你妹妹现在还在抢救室，你要是倒下了，谁来照顾她？嗯。